里面是带有罩杯，所以如果你是丰满的粉丝，基本上你可以不用像我一样再穿一件细肩带，因为它是有一个衬垫在的，大概1公分左右，它是一个圆杯在里面帮你车缝好的。然后呢，杯的深度大概是这样，背后的话呢，它是走这个超弹力的，所以呢，大家也不用担心会不会你不能穿。肩带的话是可以调整，所以你可高可低。然后前面的话，我们呢帮大家做的是这种有一点收腰，所以才能那么瘦。这边呢都还有空间，这里呢后面全部都是后松紧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会太紧。还有小马甲本来就是合身哦，但是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穿搭下去的。我很喜欢这件，是那些柔柔淡淡的，然后它是有一点像玫瑰花的感觉。这边都有帮大家做这个胸打折的线哦，然后它颜色就是粉加粉，整个料子就是滑滑冰冰的，完全不闷热。下来这边我觉得都蛮舒服的，都蛮舒服，然后滑滑的。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看大家怎么搭了，然后想要帅一点的、辣一点的、清新一点的、飘一点的、浪漫一点的、度假一点的，好让都可以。